讲修行，落实于生活，讲经典，应用于人生。欢迎来到禅心学院，聆听达观先生教诲，开启智慧人生。畅谈六祖坛经1519，知佛心意。整理者心灯，读诵者心音。物有深有浅，任何东西都应该悟。浅的先悟，如果浅的都悟不了，深的你就更没法悟。我教你要善解人意，你若是懂我的意思，就叫言下大悟。如果你不懂这个意思，你就问师父如何善解人意呢？你们都是这种模式。有人可能一听就领悟了，但是你有朝着这个角度在过人生吗？还是你也知道要善解人意，可是却不知道怎么做呢？人家跟你讲答案，你不懂，你就一定要听方法，听各种解析及分解动作，听各种例子，好像只有这样你才会。你要听方法，其实你就不懂得善解人意的内涵。你就是习惯别人告诉你方法。假设我告诉你方法，我说善解人意，第一就是要将心比心，第二就是要学习问、听、说，第三就是要学习听其言、观其行。但是我教你很多，你也学了老半天，你还不见得会善解人意，因为你对这句话的内涵没有真懂。想要修行的人，可以跟自己好好相处，可以跟家人好好相处，可以跟别人好好相处，可以跟环境好好相处，可以跟整个自然界好好相处。不然有什么好让你修的呢？你不一定要学很多佛法才能够听懂我的话，但是很多人学了很多佛法，内涵却不懂。比如开经偈讲无善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遇到了法，你要依教奉行。但是如果你了解如来真实义，纵使你半日读书半日修行，有空的时候去做义工做善事，你还是不解如来真实义。释迦牟尼佛苦口婆心为我们讲49年，他所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如来真实义。善解人意是仁义，你尚且不懂，你如何能懂佛意呢？有情说法你都听不懂，你怎么会懂无情说法呢？所以一般人去度假，去住民宿，去看好山好水，他大不了只是放松休闲休息喘口气，暂时离开红尘，但是他不可能悟道，因为他根本听不懂无情说法。如果内涵你懂，你只要看到落叶飘零的那一刹那，你就能开悟。这一句成语就叫做落叶归根。你学佛法要懂内涵，而非拼命学。内涵懂了，接着你看佛经自然会感动。你不见得能够知道整本整段的意思在说什么，但是你能够体悟他要告诉你什么。比如你看了弥陀经，你一头栽进弥陀经的思想，但是你却不知道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讲极乐世界，他的用意是什么。你读了地藏经，知道有那么多地狱，你也不明白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世界，其内涵是什么。你很容易一文解义，不明白为什么东说西说，为什么说有天堂地狱，你自然不能够领悟世尊在说什么，祖师在说什么。世尊祖师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以心印心，
以心传心，重点就在于心。你若明白即一灯能除千年暗，千年的暗室灯一打开就消失，而非灯需要开一千年。所以你不要用逻辑的概念来看待佛法，这不是抽象的，也并非只有六祖能悟，其他人毫无机会。问候思维，你知道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领悟到法义吗？心平何劳持戒，行直何用修禅。感恩六祖慧能大师开示，感恩达观师父教诲，感恩您的聆听，感恩生命中的遇见。